领子是做这样，就是双层的领子，然后它就是风衣的版型。一样，我觉得它该做的都有做到，就是这边是有口袋，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是可以有抽绳的，所以基本上你是可以就是抽出你的腰身，不要担心说穿起来整件会很大件。然后你们可以看它这是做双层，这边、欸、看起来很帅气耶，很好看哦，我觉得很挺。这件很特别，是你们可以看一下我这个领子，然后它就是这样折，这样你会觉得是穿两件外套。它这是做扣子式，就是你们可以把这个扣子式拆掉的话，它就会变成是另外一件单纯是风衣的外套。这牛仔领拔掉就是这样，它就是等于说是稍微比较基本款的那种基本的风衣。然后侧面是这样，背面是这样，稍微比较女生一点点。你看穿红色的，很特别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外套就是穿出去比较不会跟别人是一样。配裤子给你们看。欸、其实我觉得这件配裤子也很好看的，好看，好看哦，配裤子的感觉。因为我刚刚是前面是搭裙子，然后我现在搭裤子，很帅，就简单配个牛仔裤，然后这样子上衣，有没有好看好？黑色绝对是最瘦的，对。这件真的是很特别，很帅。我觉得这件穿裤子也很好看、啊。